妈妈呀，还有一大盆的衣服要洗呢，宝贝啊，你给妈妈洗衣服好不好？我还不会洗呢，让姐姐洗的。你就知道吃，来帮我洗去吧。哼，不去。也就知道吃。妈妈，我帮你洗。呀，还是大宝好，洗去吧。我用什么洗呀？我用这个洗吗？我用的洗衣粉。用什么洗衣粉呀？现在谁还用洗衣粉呀？来这个呀，这个是你们小孩还有内衣专用的洗衣液。看这个洗衣液，洗内衣啊、内裤啊，贴身物质特别好，知道吗？而且它不伤手。对，把它挤上搓一搓，以后的自己的衣服就自己洗吧啊。妹妹的衣服你也帮她洗。还有爸爸裤衩。妈妈的衣服啊，妹妹的衣服啊，我们全家的衣服都让你洗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你太棒了。终于洗完了，可累死了。我把它晒到阳台上。大宝，吃饭啦！我先晾完衣服。晾好了没有啊？没有，刚开始晾。今天的太阳好好啊，可适合我洗衣服。